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保卫萝卜山的实验。今天是一个新的角色，那我们进来玩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他没什么名字，是在试衣间里面有的。我们上次玩到第八关，我们今天玩第9关了，玩2关，邀请好友。好，先开始，我先点暂停，我们继续耍赖的。然后先在这里盖好炮塔，先盖个太阳花，然后升到最高级，这里还可以盖个那个瓶子。哎，这个换了个新角色，他说点我换技能，凤底骑士。好，现这个新人物还能有技能，然后现在还要等300秒，换完一个技能300秒。我先用太阳花打这个旁边的那个玻璃吧，应该像建筑物一样。好，刚才这上面那个被我打掉了，得到一个冰冻心鸟。但是打这个还是很有用的，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奖励。我没有奖励，也有奖励那个金币。现在我用瓶子把最左边的那个把它打掉。不过打掉之后就漏网，自己漏了2个，所以一定要在他们没有怪物出现的时候赶紧打一下瓶子。OK， 还是解决了，赶紧打。先把瓶子解决，应该是可以守得住。他们要绕一大圈，绕到最后肯定会被击杀。然后现在我瓶子也升到顶级了。在中间这个地方盖一个这个雪球，这个是打群体的。那我们这个赶紧把这个雪球上面这个也把它瓶子也把它打掉，这个建筑占地方。打掉又得到一个太阳花，不错，把它升级一下。太阳花打的还有个笑脸，所以嘴巴张的那么大。还可以那个雪球打最下面这个建筑，这样就可以分开操作了。这因为前面有3个，基本是可以守得住的。然后这个雪球把它升，先升雪球。那太阳花现在也没多大用处，雪球的攻击范围比较广，打最下面那个，然后上面那个时钟也会打得到，钟表一样的。这个飞碟跑得好快，钟表打掉之后又得到一个冰冻星。跑得真快，跑得再快也逃不过我。被射的接近，现在有2个一起打那个瓶子，这应该是奖励金币的吧？我们要把这个冰冻星升高级来，叫冰冻星去打。这个雪球就去打了，因为距离不够远。这一波好像就剩2波了，2波的话应该是基本上清空的，应该在太阳花上面盖，但是这金币赚的还是比较少的。把太阳花升级一下，太阳花，不管了，先等一下，升级这个雪球。升级最高级，它攻击范围远一点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冰冻星上面盖了一个那个瓶子，最后一波了，瓶子也把它升到顶级。升到顶级以后，速度也会加快，距离也会远。然后再把太阳花也升到顶级，太阳花升到顶级，还有这个眯着眼睛的笑脸，直接过关了。再交易请一个清触屏幕，在滑道上建一个炮塔，那建太阳花。太阳花可以攻击一群人嘛。好，这个可以移动吗？那就移到这里好了，利用好滑道更好顺利，对吧？
现在这一个应该不用暂停了，直接升级就好了。我现在轨道上好像不能盖东西了，轨道上不能盖东西，但是那个旁边还是可以盖的。把这个瓶子升级一下，这个瓶子去打那些建筑物，打那些障碍，然后这个剩下的先交给那个太阳光，太阳光还是没问题。现在太阳花这个瓶子的建筑那些都打得差不多，那边能打的都打掉，然后中间这里我盖了一个运动箱。这个顶级的瓶子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，啊，打到不盖运动箱了，那要把这个打掉之后也是送了一个运动箱。哎，这时候我发现我那个角色有那个技能。这进来一点就换出来，没有点击说要什么确定换不换，刚才不知道，一点就全部换掉，浪费。我现在再盖一个雪球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让他去打，打一个打两个，在下面盖一个瓶子，先把上面解决掉，上面都快没血。好，把瓶子扔到顶级，这样子攻速就快。我的太阳花我可以移，这条轨道上面我可以随意移到任意位置。然后我移到过来，帮忙也去帮忙打这个瓶子，打那个障碍。这样就不用在这里盖炮塔了，就浪费省一点。好，这打掉直接奖我一个冰冻星了。其实这个打法还挺好的，这个轨道要利用好。反正比如说怪物太多了，会跑到下面去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太阳花移过去，追击这些怪物，就只能一路追击它。现在三个顶级的瓶子基本是没问题的，还有三个冰冻星，一个太阳花，一个雪球，这都应该是普通的，最简单的，所以说很容易轻松过。可能会打到后面，可能会有升级到困难模式的话，可能就不像这么轻松打了。那时候怪可能是比较血比较多，然后速度可能也很快。啊，那我这也是刚玩不久吧，所以说这些前期玩的都是普通模式，肯定打小怪都是比较简单一点。那就14波，应该还有最后一波，还最后一波了。最后一波也没什么变化，都是这么小怪，基本都出不了，都到不了下面。然后，这期就打到这里了。关系让我们下次再玩吧。